但黄志龙逃过败阵。接外球，球数还是两好球一坏球。张耿豪是休息三天，上一次的初赛是3月31号，面对拉米狗投了一局，投了30个球，那是被打两支安打，两次四坏球保送，一次三振，一局就投30个球，失掉一分。上一次的这个初赛投的比较不好，本季最快也飙到时速148公里，速度讲起来拢袂歹。二垒方向的滚地球。蓝少白接到传一垒啊，刺杀了张泰山，形成两出局。泰山呢，如果没有再一次打击机会的话，连五场打点就要中断了。他个人是保有联盟纪录啊，跟布雷啊，连续10场都有打点的中华职棒联盟的纪录。哎呦，林志祥要上来代打哦，他的左眼呢、眼睛呢、被郭泰奇前一场的回传球给打到都红肿了，而且都一半是血，就眼白就一半而已，就这时候上来代打。哦，他们，我林志祥赛前也有做打击练习啊。对，那我也有去问他们的防护员，说只是外观看起来很吓人呐，那也有去医院做检查，都没有太大问题。哦，等淤血退了就好。这个时候上来代打，郭俊佑的棒次。球数一好一坏，这个球哎呦厉害，神乎其技啊，张耿豪，哇，一个 nice play 把这个球拦截下来之后，传一垒刺杀打者出局。这场比赛最后的结果是新农牛队啊以5-1击败了统一狮队，终止了跨季对战统一狮队的9连败。胜利投手是林英杰，个人拿下了2连胜，而败战投手则是黄志龙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再来进行球评时间。